大自然的声音是属于哪种噪音？自然噪音中听起来更像来自大自然声音的是白噪音还是粉红噪音？白噪音，大自然的声音，像大海的声音，还有那个什么下雨的声音，鲸鱼在叫的声音，对呀，就是白噪音。粉红噪音是什么？是美女讲话吗？还是什么？它就是0204，可以吧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